对面潜艇的信息，但不确定多少人啊。但他身后是有队友的，一颗银龙之隼，可惜把自己白了。但是他的队友刘玉手能处理仇哥，但是对面的小 K 阿阳收掉了三个。阿阳虽然是有意在架，但确实没有顶住王哥的枪法，万一又补上这个人头，但反之就有可能形成一波四加一 A 包点。是的，哦，这个闪避过载，他是有意在直接开枪提前枪打人，队友也来了。是的，唐哲浩也换掉了小 K， Rain 虽然补上这一枪，但 YU 又通过自己的标配近点的位置换上了一把枪，四杀到手。王朝拖不了多少的时间呀，这个银之粉已经捏好了，但是出来的王浩哲这枪差点又狙中了，爆能器掉在脚下。阿阳虽然收掉了王浩哲，但是怎么狙点爆能器，直接引发爆旋，找的就是阿阳。英雄枪给到字母哥的身上，过点位有这样的机会，但人好多，是哇，顽皮搭档的安置爆能器，近点安包应该不成问题，但是过点哇，这瞬间的定位，字母哥完成了一波三杀，现在感觉拉夫抓到一个破口的机会，但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了，感觉哇，这第二发算是有点夸张吧。三二加 A， 那现在就看阿阳了，近点的位置看到了王浩哲，这也能反杀？王哥这一枪来的太快了，这是甩到对面的头上，又是个头部命中。这个回防对于他们来说又是王哥头部命中，泱泱大军来了。哦，留一手，头部命中，但是有王哥，王哥这是四个头部命中，